您不能不知道，来看到泡面料理方便，深受不少人的喜爱，但偶尔也想要加点配料。但是普通的青菜跟鸡蛋，网友似乎觉得太无聊了，于是发明了一些惊喜料理。现在就有网友发问，泡面到底要配哪款的罐头最好吃呢？引发大家热烈讨论。热水冲泡调味包，肉燥泡面是懒人族的最爱，但吃久了觉得味道没变化，大家脑洞大开，开始往里面加猛料。草莓酱吧，甜甜咸咸的，这样可以试试看鲔鱼罐头之类的，我想象起来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吃法。真的想都不敢想，怪料理一箩筐，但网友大推的好味道是他们各式怀旧罐头，还在脸书发文发问说，你们知道这些勾扎鼻罐头谁和泡面最搭吗？楼主自己投青鱼罐头一票，是不是很好奇味道如何？我们都来试试看。准备了四种口味，有土豆面筋、鲔鱼罐头、麻婆豆腐，还有茄汁青鱼，都多倒一些些酱汁进去，跟料理包一起调味，是不是很好奇究竟搭不搭，好不好吃？不一样，它的味道比较丰富一点。这个鲔鱼罐头本身也是味道很重的东西，对吧？就其实还算是搭起来，搭还算蛮搭的这样子。这个泡面里面有鱼的味道，就是以前没有吃过这种味道，但是第一口蛮奇怪的。麻婆豆腐的香，就是有多了一点麻辣的那种香气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是可以搭的。令人熟悉的传统泡面，加点小惊喜，也能升格成三珍海味，也算是生活中的小确幸。解台北综合报道。